他们来了。怎么这么快？这是通往余家村的唯一公路。西花，这儿的视野不太好，咱们跟着他们去那边走。好。队长，有什么事情？神谷，你带第一小队从这儿插下去，跟公路平行前进，尽可能搜索离公路近的地方。嘿，一小队，跟我走。队长，有什么可担心的吗？我怕有人会打旅团长的冷枪。这里不会吧？走吧。嗨。我不拉你就摔了，累了吧？不累。怎么能不累呢？把枪给我。不用了。哎，给我。我知道你想歇歇，可是走慢的话，敌人车就过去了。走吧。快一点，向山上进行搜索。快！自己小心点。扶着点力啊！小哥。小野，你带一些人从这里进行搜山。嗨，你们跟我走，其他人跟我来。
司机的后排，但我儿的都坐在司机后头。这你都知道？团长说的。等车到了拐弯处，咱们就开枪。更换区间，那怎么行呢？往下过车，跑快！听话，站住！老五，喜欢，别怕，我抓紧你了，没事。老五，站住！你别管我了，你这样拉我，你也会掉下去的。你放屁！你要是掉下去，我跟你一块跳下去。别乱说。媳妇，看看脚底下有没有石头可以踩的。把身子贴紧，贴紧，来，好，来，扶手往上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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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一，二，快点！哎呦！啊！
必须给我打起十二万分之小心，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点差错。嗨嗨，神谷，你带你的人去村外山坡一线警戒。嗨，高山，你带你的人到村右一带警戒，等李团长走后再让他们撤下来，随队出发。特别要注意搜索附近的高位置，一个死角都不可以遗漏。嗨，一小队跟我走。嗨，走。将军阁下，欢迎您的光临。啊啊，请。那边检查一下。嘿，你们过来。看这架势，咱们是打不成了。都跟到这儿来了，不打太可惜了。可这一开枪，他们就会立刻发现我们，到时候咱们一个都跑不了。生命看看，有鬼子上来了！上来了！别慌，撑住劲。吕团长要在门口合影，给我全力戒备。嘿，你们两个在这边。吕团长阁下，请您抓紧时间照相吧。嗯，酒井小姐真是不虚此行啊，真是太伟大了，太伟大了。吕团长阁下，这里实在很危险，附近或许有共产党狙击手活动。嗯，这里不早就肃清了吗？究竟小姐，宋朝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，今天终于让我一睹真容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你可知道这瑜伽祠堂春花阁帖书法石刻的来历吗？这就要从宋王朝建立后说起了。自从宋太祖实行了重文轻武的国策，促使了经济的繁荣，尤其是到了宋太宗时期，他酷爱书法，于成化三年将历代所藏的书法移出秘阁，并将所藏所收铭记编次，
摩刻于枣木板上，这就是车画格帖的由来。大佐阁下，我们还是……可惜呀，后因大中祥符八年荣王宫火灾烟翻密阁，烧毁了枣木板。真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还能让我一睹真容，那可是无上的荣耀啊！来来来，我们在这里合个影吧。还照什么相？赶紧走吧。我也没办法呀，算了，加强戒备吧。发现有人，快追！你回去告诉神谷和高山，马上带人赶过来，顺着山谷往下追。嘿，你们两个从这条路插下去，想办法截住他们。嘿，你跟我来。嘿。已经把他们甩掉了。
那边。这是哪里？不会过去了吧？不会，不会走这么快。嗯，走，我们去前面。等一下，快点！小花。开枪！嗯。队长，你看。我们拿他怎么办？交给上级。不。那怎么办？杀了他。这个女鬼子是当官的，留着她会有用。你知道她杀了我们多少人吗？那你杀了她，我装作看不见。你以为我不敢啊？鬼子的大部队一会儿会发现她不见的，我找个绳子把她捆起来。
你们最好现在就杀了我，否则我一定杀了你们。你会说中文？听见了还问？鬼子的狙击手里会说中国话的还真不少。那个会说中国话的狙击手是我丈夫，你身上的枪就是我丈夫的。没错。丧门星，我一定要杀了你。你们的丧门星，我是老百姓的太白金星。走吧。别逼我犯错误，快走。快点。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听到枪声？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用枪。高山君，你带一部分人从左侧进行包围，其他人跟我从右侧进去。好，一小队跟我来。嗨，其他的跟我走。我快点。我要喝水，回你们日本喝去。中国的水不是给你们喝的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他是俘虏，给他喝一口。给他喝一口。好了。你赶紧喝，喝饱了赶紧走。谢谢。他们怎么样？他还活着。混蛋，快把他给我弄醒。嗨，快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他是俘虏，别虐待他。谁虐待他了？他这是故意磨蹭。你让他走快点不就完了吗？拿枪推他干嘛？谁推他了？起来，别撞死。快点，起来呀。申国军，高山君，有什么情况吗？没有。恐怕我们再也找不到酒井队长了。可。我们总得弄清他是死是活吧？弄清？怎么弄清？旅团长被打死，酒井中尉失踪，
我们怎么回去向上面交代？放心吧，我们上面还有少佐、中佐在顶着。再怎么样，也找不到你我头上。可我们是负责警戒的呀，那也是九井队长的责任，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高山君，要不你先带人回去，等追上了部队，向中佐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，我带人继续搜索。九井中尉可是我们日本的名人，找不到他，我们都要倒霉的。这仗是越打越窝囊。这样吧，你还是多带一些人，我只带几个人回去就行。嗯，也好。高山君一路小心。嗯，你也是。嗨，走。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要住在这林子里呀？现在就休息吧，烧点吃的和水。着什么吃的喝的呀？吃的够多了，光走一天路了。那照你的意思，让他渴着饿着。饿着他，渴着他也不冤。喂，我要解手。他要干嘛？解手。解手？手怎么能解开啊？捆着涅槃跑了吗？我说我要解手，小便、尿尿。他要尿尿怎么办？那手也不能解呀。那他怎么尿？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我可警告你啊，你可别想跑。那边去。不是要尿尿吗？还不快点。就在那儿解决了。好了吗？快点儿！能吃能喝的，拉屎不？要不一起拉了，省得麻烦。来了来了。手给他绑上，跑得比谁都快，快点，他快点，小花，小花，来，快点，哎，走，快点。
过来蹲下。蹲下。怎么样？咱们去哪儿？去于大娘家。他们家可靠吗？可靠。好，咱们走。怎么就你们两个？嗯，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队伍打散了。彭团长他们没来过吗？没来过。鬼子这段来来去去的扫荡，你们带个女鬼子路上好走吗？大娘，我们后半夜进山。去哪儿？有准地方不？那你们就别瞎走了，就先住下。让老于他们给你们打听部队的下落，有了准信儿再走，不更好吗？要不这样，咱们还是回山里边山东头那个小木屋吧。哎呀，你们都来了！哎，于大爷，你们可都来了。前几天我听咱们的交通员说，决死队被打散了，牺牲了好多同志，真把我们急坏了。嗨，都站着干什么？坐下吃土豆。对，来来来，快快坐，快坐，坐坐。吃吃吃吃，小朋友，来，不要怕，过来。小朋友，想不想吃糖啊？阿姨这有糖，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，好不好？乖，帮阿姨把绳子解开，阿姨给你糖吃，可甜可甜的糖了。乡亲们，乡亲们，这个女鬼子是我们的俘虏，我们是不能打骂俘虏的，这是新四军的规定。我会把这个女鬼子带回部队上，对她进行审问，可以从她这里得到很多别的鬼子的消息。你要把她杀了，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。张相说的对，这个女鬼子对咱们部队有用啊。如果她说出了鬼子的情况，比打死她可有用的多呢。对呀。大家先回去吧，大家先回去吧，先回去吧，哎，先回去吧，好，大家回去，回去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先回去，走，回去，哎，回去吧，哎，回去吧，好了好了，往外去，好了，回去吧，往外先别说这女鬼子的事儿啊，先回去吧，啊。一群野蛮人，这些老百姓把你活撕了，你都不冤。你知道你们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吗？多少村庄的老百姓被你们刷光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活该去死。这是战争，战争就是你死我活，我们没有错。看你姥姥的！谁挑起的战争？你们不跑到我们中国来侵略我们中国，到我们中国来烧杀抢掠，哪来的战争？你们要打仗，打我们这些手里有枪的人。你们杀这些老百姓，手里手无寸铁，连一个丁丝没有人，做什么？你们这帮畜生，没有人性的畜生，活该去死！你现在还能活着，是因为你手里没有枪，是因为你是我们的俘虏。
你们就想捉个活的？我们也没办法，当时鬼子大部队跟着我们不敢用枪，只好用计制住他。我说呢，一是张响的性子，早一枪崩了他们。怎么啦？我老想起那张脸，和咱们一模一样的脸。他临死的时候问我，是怎么打败他的。这个人，就是这个女鬼子的男人。他们不是人。他们是不是人？可是。可是呢？可是他们和我们长得一样。他们真的愿意大老远跑到中国来吗？他们这是在糟害我们的国家和百姓。你以为我不恨他们？你可怜他。我恨他，和恨所有鬼子没有什么区别。可是，是我杀了他们的人。毕竟是我杀了他的男人。我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啥滋味，总觉得有个东西在抓挠。他杀了我们多少人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会可怜那些人吗？你现在去问他，看他怎么说。我是在说我不是他，我知道他们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。他杀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时候，杀死我爹，杀死你全家的时候，他们会可怜我们这些失去亲人的人，会吗？你别把我想歪了，我也说不上是可怜的，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。我知道你怎么了，你爹不爱听。你说，你心软了，因为她是个女鬼子。我没有，我对他们的仇恨一点都没有忘。你别不承认，你这些男人都不愿意对女人施狠，不愿意欺负女人，可你恰恰就忘了，她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。你现在给他枪试试，他连眼皮都不眨就会把我们给杀了。我知道他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，如果在战场上，我会毫不留情的就杀了他。现在呢？现在他是俘虏，他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。如果不是呢？可他现在是。我是说，如果不是，他就站在那里，手里有枪，没有看见你，也没有想杀你，你会像以前一样毫不犹豫的开枪吗？会吗？我不知道。都给我精神着点！大家搜的仔细一点，不要放过任何的可疑角落。也许是你知道，你杀了他的男人，
也许是你对女人的软心肠。可不管是什么，你要知道，你是新四军战士，他是日本鬼子，是我们的敌人。你哪怕对他心存一点点怜悯，你就是中国人的罪人。我只是暂时转不过来。那就赶紧转过来呀，要不你会害了你自己的。他可能又要接手了，接手，我去看看。干什么？接手，我就知道。你说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呀？啊，起来。神谷少尉，大家都走不动了，休息一会儿吧。难道我不累吗？我不休息吗？找不到九井中尉，我们都脱不了干系。可是，他是被新四军抓住，或者被杀，扔到山沟里，我们去哪里找他？这个混蛋！嘿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找不到九井中尉，谁都不可以给我休息。嘿，你带领一队从这里进去搜索。二队，跟我走，快一点，都给我从这里爬上去。快点。还想杀我是吧？当然。就凭你现在？总会有机会。你以为你有机会就能杀了我？一定。死鸭子嘴硬。你就没想过要赎罪吗？如果我们部队的上司不枪毙你，你可以回到你的祖国和你的父母亲在一块过安稳的日子，做一个安分的女人。安稳的日子。我的家，我的幸福，我的一切全毁在你手上。我毁了你的生活，你的男人不来中国杀人，他会死在我手里吗？他不是来杀人的，他来是为了他的国家和天皇。枪对着我的脑袋，那不是杀人吗？这是战争，他在战斗。还是杀人。战斗和杀人根本不是一回事。真是个畜牧脑袋。我就是对牛弹琴。
坐会儿。我给你一句忠告，你们小日本再凶，在我们的土地上也占不到什么便宜。你听说过哪个贼到别人家里，最后不被抓住的吗？他这是强盗。都一样，强盗再凶，他也是贼，最后都会被抓到的。皇军是不会失败的。不失败，你会像狗一样被我们捆着呀？这样的顽固分子就应该一枪毙。像你这么顽固不化，被枪毙是迟早的事儿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我不愿意看到你和你男人的骨头留在这儿，更不愿意看到你们死在我的手里。可你要是放着活路不走的话，要继续和新四军对着干，残害我们的老百姓，别说你开枪，你就是要动动枪，我也第一个打死你。一天半宿了，这句话才像个人话。我也是希望他能改好。像他的德行，能改好吗？说书的说，自作孽不可活，那他就活该去死。哼。辛苦少尉，前面发现村庄。很好，小野曹长，你带几个人去侦查一下村里的情况。嗨，你们三个跟我来。其他人原地休息。快说，有什么情况？神谷少尉，这是在村口发现的。这个很可能就是酒井队长的，他一定就在村里。有没有发现八路的哨兵？没有。你认为会不会有八路的大部队集结在村里？不像有大部队的样子。很好，集合部队。嘿。集合，赶快集合。神谷少尉，部队已经集合完毕。好，一小队给我包围整个村子，二小队给我挨家挨户的搜，找不到酒井队长就给我杀光所有的村民，一个不留。嘿，出发。出发。强子，
祥子，祥子，是于大爷。祥子，鬼子，鬼子进咱们村了，让叼出那个女鬼子，不然就杀了全村的人了。他这么肯定在咱村？那个鬼子军官就是这么说的，他们一进村就挨家挨户的搜啊，找不到人就把全村的老百姓都赶到空场子上。我躲在房后边，听见鬼子官这么说，就赶紧跑了。秀儿，来，来，给我歇会儿。你搞什么鬼？起来，说，要不我一枪毙了你。我留了我身上的东西在村口，现在怎么办？你想办法把乡亲们救出来。走，哎，班长，靠我们两把枪是救不了乡亲们的，还得把咱们搭进去。那怎么办？是啊，鬼子有好几十个人呢。你们还不笨。你要把他交给鬼子，只要他保证不伤害老百姓。只要你们肯放了我，我保证我们的人不杀一个老百姓。你说话算数？算数。他的话能信吗？信不信随你们。我们出来。拿这儿。大爷，咱们就这么定了，你看怎么样？现在没别的办法，可就怕他骗咱们放了他，他又变卦了。站长，我再说一遍，鬼子的话绝对不能信。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？难道看着老百姓他们眼睁睁的？这个女鬼子是日本的狙击手，你知不知道她杀了咱们多少兄弟姐妹？如果你今天放了她，她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损失和伤亡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我知道。知道你还这样？这次放了她，我们下次还有机会收拾她。可是如果不放了她，老百姓都得死。那我也不同意。我已经决定了。你决定不算。于大爷，鬼子们都集中在空地上是吗？是啊，机关枪都架上了，把乡亲们都围在中间。就这么定了。快点。快点。快点。别磨蹭了。说你呢，到了。到了。这个房子很高，正对着空地儿，那边有梯子。那就这儿了。杏花，你上去看看。你还这么坚持？去吧。真是个倔驴。我的枪一直滴着你的脑袋，你要是说话不算数，我就一枪毙了你。那他要是躲起来呢？他躲不过我的子弹。我根本不用躲。更不可能躲。那就好。但我不会放过你的，我会在村外等你，除非你跑得了。你在什么地方等我都可以，只要你不伤害老百姓，就算你说话算数。好。于大爷，
只能由你带他去了。行。万一他变卦的话，你……那就你们替我多杀几个鬼子报仇。走吧。齐了没有？得到齐了。很好。小野君。嘿。小野君，嘿，你告诉他们，如果再不告诉我队长的下落，我就杀了这个小孩。嘿，你们听着，你们要是还不说出我们队长的下落，我们就立刻杀了这个小孩。队长，中尉，你记住，中国人是杀不完的。九剑中尉，你受苦了。在你池塘啊，阿姨这有塘，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，好不好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土豆。土豆，乖，阿姨这次没带糖，下次买给你好不好？我不要鬼子的糖。鬼子的糖，九剑队长，他们都知道你被关押在这里吗？他们当然都知道。这些混蛋，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，一个都不留！混蛋，杀光这帮中国人，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，一个都不留！不，让他们回家。回家吗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让老百姓统统回家。嗨，让他们都回家吧。队长让你们回去，大家都回去吧。奶奶。奶奶。哎，集合队伍。集合。
蒙骗咱们。他知道咱们的枪指着他的脑袋。也许吧。走吧。交警说明，我们要去那里。储村。再让他活两天。走。嗨！混蛋！这次究竟是什么地方出现了疏漏？这个丧门星太狡猾了，他似乎早知道旅团长阁下会出现在瑜伽祠堂，所以事先在对面设下了埋伏。作为一个狙击手，就不懂得有一点防备吗？我已经做了严密的部署，可旅团长阁下一定要照相。给丧门星留下了开枪的机会。机会？现在吕团长死了，就请军对付丧门星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。嗨！迈步嘞！大爷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日本人的鬼社。鬼社？对。鬼子的鬼社是干什么用的？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。小鬼子死了以后，骨灰就放在这儿了。你看见没有？鬼子的头目经常上这儿来。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，鬼子死了以后，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。在里边又是哭又是闹的，要大半个时辰。Thank you.
什么人？什么人？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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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点是也可以，但是距离太远。这个点更不可能。这个呀，这跟那个什么鬼社有关系吗？这就是一般的演习，学习绘图。怎么一扇一扇的？什么叫演习举棋绘图？这个叫扇形举棋绘图。你想知道？什么都想知道。就是根据距离把参照物和地形特征详细的描述出来，然后把参照物用虚线画成若干个扇形区域，把每个扇形区域都标上号，把里面的参照物标上数字，方便快速的找到目标嘛。那会不会有危险呀？有啊。那我不让哥去。胡说，演习嘛。反正我也不懂了，我就想问你一句话：李姐姐和秦姐姐，你到底喜欢谁啊？你不会要两个一起喜欢吧？别瞎说，我要画图了。那好吧。张翔，秀姑，秦姐姐，你坐吧。坐吧。花生。从彭叔叔那儿拿的哦。我跟彭叔叔说好了，你跟我一起回国军。我答应你，跟你一块回去。真的？嗯。来。你也吃。我还有个电报要发，我先回去了。我有话对你说。杏花，有什么要说的，你说吧。你跟秦时月到底什么关系？我和秦时月没什么关系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鬼子叫我丧门星。我每天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死。我不怕。战场很残酷的，为了消灭我们的敌人，我们不得不做出牺牲。你死我跟你一起死。杏花，
你和团长在一块是最好的。等你们结婚的时候，记得留一杯喜酒给我。狙击传奇，这应该是最好的机会。怎么了，秀波？哥，我怎么都想不通，你怎么忍心伤害李姐姐呢？来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伤害她。可是你现在已经伤害她了呀。我一直当你是我的亲妹妹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现在拒绝李杏花是因为我在乎他。什么？我要去完成一个很危险的任务。很危险的任务？那会死吗？我要去杀死川崎。那个地方没有退路，我很可能会死，可是我必须得做。李姐姐知道吗？你千万别和她说。可是哥，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秋姑，你想，如果他跟了我，是不会有好结果的。我现在拒绝他，他只会有短暂的痛苦，他会有一个好的归宿的，他会忘我。一定会忘了我的。那秦姐姐呢？只有对不住她了。哥，我很担心你，你一定要小心。我会的，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。秋姑，给你的娘发过誓，说要照顾你。万一我你在咱部队，他们一定会照顾好你。哥，我不让你离开我。傻丫头，说的是万一。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，小鬼子死了以后，骨灰就放在这儿。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，鬼子死了以后，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。躲这干嘛呢？我找你半天了。怎么了？打两场胜仗就骄傲了，不理人了？十月，坐。你该准备准备，跟我和我爹一起回国军了吧？我
不会和你回去的。以后你也别来找我了。你说什么？石月，从一开始我就在骗你，对不起，我只是在利用你，好让心怀误会，让他离开我。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他。张响，你再说一遍。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李杏花。张翔，你就是个混蛋！你混蛋你！跟着我干嘛？我来送送你。张翔，你记着，我再也不想看到你。我也不知道，连秀姑也不见了，咱们怎么办啊？赶紧动员人去找啊！好。张翔哥一定是去鬼社杀传奇了，我一定要去救他。王道乐土，英烈长存。吉田自旅团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，他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。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要以此为荣，不惧牺牲，大家一起努力。各位帝国的军人，为了天皇，大东亚圣战，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，彻底剿灭苏南的新四军，重扬我大日本帝国的军威。这边，各位随我一起，团长过来。
秀姑妹妹，川崎的手里有多了一笔血债，哥答应你们，一定给你们报仇。报完仇以后，我会常来看你们。究竟是什么人？是个女人。什么？ 说夏文星，夏文星很可能已经出现。不过我们在现场的另外一个高点，发现了有狙击手待过的痕迹。据分析，很像是夏文星的选择。夏文星没有出手。他自知应该没有这种机会，所以说他选择了潜伏未动。直到我们再去搜索的时候，他已经潜逃了。 三门星的目标肯定是我，他知道他在打死吉田将军之后，我肯定会去神社，所以他一早就潜伏在神社的周围。是的，我也是这么想。他早就立下了必死之心，他要跟我一命换一命，没想到意外的一枪让他暴露了。意外？这一枪根本打不死我。 你不觉得这一枪很多余吗？三门星出手一定是一枪毙命，绝对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。是的，是这样的。恰恰是这意外的一枪救了我，所以当我准备撤退的时候，三门星来不及反应，但是他立刻意识到他没有机会了。如果那个时候他再动，就必死无疑。于是，他就找了一个 我根本想不到的地方，潜伏下来。大佐阁下的分析和现实的情况一模一样。可怕的人，他的耐力、分析力和执行力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大佐阁下，好歹现在的结果是出乎意外的。
坐下。大家坐下吧。在开会之前，我向诸位介绍一位新战友。这位是帝国连续三届的射击冠军，皇家狙击手训练营第三营大卫营长，酒井立范。酒井立范，请杜馆长。走吧。七连队是有着光荣战史的钢铁部队，可是在这里两年中毫无建树，不仅没有肃清腹肌的新四军，反而损兵折将，损失超过1000人，这是敌国的奇耻大辱，奇耻大辱。从现在起，我将整肃军纪，严格军法，今后凡事玩忽职守，纪律松懈者一律严惩。你们听明白了吗？现在我宣布作战命令。警局，请等一下。叫警局，关于消灭丧门星，你有任何要求，我都大力支持。谢谢连队长，请您放心，如果打不死丧门星，我酒井立范愿自裁以报天皇。有喜，只要能够消灭这个丧门星，我会带领全体将士集体请求天皇陛下为你亲自受勋。嗨，小妹，你怎么还像个孩子啊？嗯，人家想你嘛。来来来，下来下来。不，我不。哎呀，你都多大了，还用哥哥背呀？啊，多大也是你妹妹，再背我转两圈。好好好，转两圈。来，哎呀，来下来。好。快，让大哥好好看一看。啊，我们家英子黑了，也瘦了，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。啊。哎呀，现在的英子，嗯，英子伯伯。你呀，就知道说好听的，也不问人家吃了多少苦。我当然知道了。在日本的时候啊，我就听说，在来的路上，川崎队长也对我说了很多。不过，哥哥替你感到骄傲。也没什么可骄傲的，竟打败仗了。但是你没有被打垮。在家的时候，爸妈常说，小妹在那边啊，一定是每天哭鼻子抹泪的。我说不能，我们家英子肯定会越来越坚强的。反正我没有整天哭鼻子抹眼泪。哎呀，我们家英子真是长大了。对了，爸妈好吗？哦，你等一下。英子，这是前些日刚照的，爸妈临行前特意让我带给你。爸。
爸妈好像又老了一些。是呀，现在国内政局非常动荡，爸爸的心情一直不太好。他一直反对东条英机专权，现在东条又想独揽军政大权，搞所谓的意愿化，爸爸呢就一直忧心忡忡。最近接连生了几次大病，身体大不如前了。那现在怎么样了？现在好多了，不过还需要休养。还有他们很惦念你，经常在家抱怨，说英子为什么也不写封信和几张照片回去。我真的不应该让你来中国，现在二哥三哥都在缅甸，你也来了中国，爸妈身边就没有人了。这个你可以放心，你嫂子会照顾好他们的。还有我跟军部商量好了，等打死了三门县，你马上回国陪在爸妈身边，军部那边基本上已经同意。那你呢？我可能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了。战争结束？那还要等很久。是呀，现在全日本上下到处都在征兵，就连15、16岁的孩子都要当兵上前线，更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呢？哥，是不是日本要战败？英子，不许胡说！我们都是为天皇战斗的人，只管自己尽全力，其他的事情不要管。小妹，嗯，我从你来信里面看到桥本君失败的过程，还有你跟萨门信几次交手的情况，他的打法没有太大的变化。我觉得他就是狡猾，再加上熟悉地形。哎，能打死桥本君这样优秀的狙击手，还能在你的枪下屡屡逃命，这样的人没有点真本事，他是做不到的。嗯，这个我同意。还有他能在我们那么多军队的眼皮子底下打死吉田资少将，而且还能成功逃命，这就说明了他有极好的判断力和心理稳定性。我记得你训练我的时候也常这么说。你还记得？当然记得，这怎么能忘呢？我记得我没拿到奥运会金牌，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输在了心理稳定性上。是，心理稳定性很重要。哎，祝贺祝贺啊，打死了吉田资，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苏南，大快人心啊。这是张响和杏花他们的功劳。哎，还要感谢十月，他给提供了准确的情报。还是你有福气啊，当初在郭庄庙得到了这一对宝贝。还要感谢你老伙计，当初你别和我争啊。老彭啊，我知道争不过你，所以只好拱手相让了，算你识时务。鬼子的旅团长被打死了，他们肯定会疯狂报复。老彭，我就是为这个事儿来找你的，你过来。这个地方叫坎子营，它在常州和镇江之间。你来看，坎子营的北面是大江，南面是茅山，西面是丘陵地带，是鬼子的薄弱环境。我的意思，我们主动出击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这片区域距离鬼子的重要据点南京、苏州、常州、无锡、镇江不足200公里，敌人的机动部队一天之内就能到达，你想拔到这个据点，我觉得太冒险。如果我们在12个小时之内集中兵力
拔掉这个据点，既可以震慑鬼子的嚣张气焰，又可以得到充分的补给，还能震慑鬼子的中心巢穴，可谓是一举三得。哎，你看这个，坎子营四面受敌啊，你这样做是典型军事上的冒险行为，我绝对不赞同。兵法的精髓在于出其不意，我有把握在短时间内撤离。老伙计，还是稳扎稳打的好，你这样做我绝对不赞同。老彭啊，如果现在不搞这家伙的话，后边可能就没有这机会。什么意思？我被撤职了，现在是代理团长，还能干几天不知道。是不是上次没完成任务，没进攻新四军呢？这是我们国军内部的事情，你还是不要问了。这国民党真是混蛋，积极抗日，反倒撤职清算，反共老手，在敌人面前闻风丧胆的，却平步青云，这他娘的是什么逻辑啊？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你尽管说吧。我希望我能以军人的身份战死沙场，而不是窝囊的被卸甲归田。爹，您为什么不和他们说实情？什么实情？进攻坎子营不是您的主意，这一定是上方的命令。我不能制造矛盾。爹，朱家鼎还在团部吗？这里边一定有阴谋。什么阴谋？回去您就知道了。驾。秦团长，彭铁头答应了吗？答应了，三天以后我们一起攻击，我们负责正面攻击，他们侧翼掩护。看来秦团长和彭铁头的关系非常默契啊。大战在即，我得去做准备。失陪。去把那几个废物解决了。是。秦小姐，你一去就是半个月，够辛苦的。你也辛苦。顾仲同到底给你什么任务？你敢造反？秦时月到底打的什么如意算盘？别看了，你那几个废物早被解决了。说呀。你自己回头看看吧。诗月，你在干什么？爹，您别管，一会儿您就明白了。快说呀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秦振武？你敢纵女犯上作乱？诗月，您醒醒，根本没有什么第三战区的作战计划，他们是想让您还有彭叔叔去给鬼子陪葬。说这话有根据吗？他胡说。你们真的有黎明计划吗？当然有。真正的黎明计划就是当我爹和彭叔叔跟日本人拼得鱼死网破之际，你们好坐收渔翁之利。你怎么知道？爹，我是搞情报工作的。是不是这样？我是奉了顾长官的命令。也就是说，你们根本就没有真心想援助我，是吗？
顾长官的命令。什么命令？顾长官的命令是，让你们和彭铁头全军覆没之后，再见机行事。你们就是想让我死，是吧？顾长官说你勾结赤匪，迹象已明，我也是奉了上峰之命，请不要杀我。来人，把他拉出去毙了。到。是。等等等等，留他一条命。爹，这样的人您留着他干什么？他只是一个喽啰，没有顾祝同的命令，他不敢这样。好，我现在就带人杀顾祝同。站住！那是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。可是他让你去死。君让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来人！是。把他给我压下去，严加看管。爹，您真的要去看子阳？我得执行命令。命令？这样的命令，就是让您和全团的将士去死。作为军人，能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战死，为人民而死，是我们的光荣。朱家顶已经被咱们控制了，您可以不去。军令如山，必须执行。这是死路一条。从抗战的第一天起，我就做好了殉国的准备。好，那我和您一起去。你不许去。那我也不让您去。这是爹最后殉国的机会，我不能不去。爹，我求你，我跪下求你，你能不去吗？我不想让您去死。难道你想让爹为了叛党叛国的骂名苟活一生吗？难道你想让爹一世的英名因为抗命不遵而灰飞烟灭吗？爹，将军难免阵前忙，能够战死是你爹的理想，作为我的女儿，你就不能满足爹的最后愿望吗？你还有别的办法？我知道，我知道你要抗日，你要打鬼子，我们可以打游击，我们可以学新四军，甚至我们可以跟彭叔叔在一起。我对党国发过誓，怎么能和他们在一起？是您自己说的，新四军是抗日的武装，新四军是抗日的好手。新四军抗日是没错，可他们曾经背叛国家，现在是容留他们抗日。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。您这是封建愚忠，您这是党派偏见。从民国十六年起，你爹我就是国民党员。我曾经发过誓，永不叛党。你说的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。心意已决。好，我正式的向您请求，和您一同战死。你这是什么话？你想让我们秦家绝后吗？李副官，到，把他给我带到长沙乡下老家，马上就走。是。小姐，东西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。
你干什么？您说呢？倘以国家为先，您要浴血疆场，请让女儿陪您一同前往。从小您就教我要精忠报国，要学习花木兰、梁红玉、冼夫人，驰骋疆场，为国尽忠。现在这个时候，你让我走，我岂能独自苟活？你要是再逼我，我们只有来世再做妇女了。你给我住手！现在有一个更大的突发情况。什么？清政五部突然袭击坎子营。坎子营？怎么可能？坎子营是我军不发的核心地带，他这个不是找死吗？但是他们已经攻进去了。有多少人？4000人，清朝出动，气势非常凶猛，看起来很像自杀性袭击的。自杀性袭击？他们放弃了原来所有的防具，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来袭击坎子营。佐佐木团长已经殉国了。来得好！我真不知道怎么赶到清政府，现在他到自投罗网，马上让坂本、神木、武田3个大队包抄袭击清政府，务必全歼。3个大队全杀？对，发电报给铃木旅团长，让他立即派兵增援，对付一个清政府。不，不仅仅是一个清政府，清政府的团已经装进了我的口袋。你想想，国民党第3战区会怎么样？彭铁头的部队又会怎么样？大佐阁下，你是想围点打援？我要让他们统统有来无回。注意隐蔽，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。战机派来的唐政委到了。哦，老彭，哎呀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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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路辛苦啊！哎，没有，给政委倒杯水。哎，早就盼望你这个战略专家来啊！哎呀，张怀参谋长牺牲，我早就应该过来了。被鬼子清乡的队伍给耽搁了。来，请坐。哎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我们正在研究一个大的作战方案。哦，是关于坎子营的吗？本来呢和秦振武说好了一起进攻，可不知为什么秦振武进攻坎子营的行动提前了。这个坎子营是拿下来了，但是被敌人包围了。我们必须研究一个大的营救方案。嗯，我已经知道了，鬼子在坎子营四周已经布了4个大队，相当于1个半连队的兵力，而且还在从溧阳、丹阳
黄金山地区陆续抽调兵力。我觉得这里边大不寻常啊。政委什么意思？我担心的是，鬼子不但要吃掉秦振武的那个团，而且要打掉我们前去救援的部队。那必须得救啊！我们现在不能感情用事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们必须慎重。可是救兵如救火呀！我的意思是，秦振武擅自更改了行动方案，已经打乱了我们全部的部署。现在，川崎联队、铃木旅团，还有更多的部队，已经在坎子营四周布下了张网逮捕的架势。那政委的意思是不救呗？对。完全是为了一个军人的荣誉同敌人血战。我知道不能让这样一个英雄不明不白的死去，我们必须慎重。我就是怕中了鬼子的奸计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。放心，我现在有一定的把握。继续说。我先派小股人马潜进去找到秦振武，要么坚持到底，要么找机会突围。另外，我派部队阻击铃木旅团，同时我反包围川崎一个半联队的人马。他们围点打援，我们也就围点打援，从敌人调动兵力的空隙迅速出击，打他一个出其不意。同时，一部分部队走佯攻的态势，吸引铃木旅团的注意，再派出游击部队打击敌人的后方。重要的是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主力和行动目标。另外，通知各大报社，说明秦振武孤军奋战的事实，广泛宣传，迫使顾祝同迫于舆论压力前来救援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好。谁带尖刀小分队？当然是我呀。不行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你带领部队担任后援，你的担子也很重。再说我跟你急。那好，你千万要小心。我的政委同志，我告诉你，我的决死队一个盯十个，放心吧。进攻被打下去了，我们可以歇会儿了。来，坐会儿。坐。丫头，现在就咱俩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张翔？这次你明知道有可能回不去了，可你非要来，是不是为了他？不是为他，爹，这和他没关系。我劝你再考虑考虑，现在走还来得及。战士的血就该留在战场上。爹，我哪儿都不回去。个性害了你啊！您不是常说吗？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咱俩是爷儿俩照镜子，一个熊样。可惜了这些弟兄啊。
在这恩中啊！看样老子今天要大开胃口了。啊哈！刀嘴的肥肉，必须好好吃一顿。团长，你就别挑肥拣瘦了，能把鬼子咬得出血就成了。哼！团长，电驴子，打不打？人烧就打。就一辆摩托车，团长决定要打了，做准备。计划，念。命令第八十二机关枪中队、第二十十八大队拂晓五时前进，确保将新四军彭铁头团、蒋军秦政武团残部围歼。团长，这可是一大口肥肉啊！又得到了情报，又找到了鬼子部队。他奶奶的，要围攻老子！哼哼。节哀吧，鬼子又多欠了我们一笔血债。不过你放心，以后有什么事大家会帮你。只有一点，一切行动要听指挥。是我们是去支援他们，支援对，就咱们这点人谈什么支援？充其量就是阻挡敌军。你知道个屁！咱团大部队正往坎子营赶呢。啊，是吗？有这事儿？你级别不够就别瞎掺。认识我的组的？哎，对，营地别瞎咧咧了，闭嘴。情况跟得上吗？跟得上。好，加快脚步。